我就从那边出发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刚刚做核酸的地方，他给我发了一个N95口罩，让我换上。我就做核酸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安全。 早上6点才到车站，是吧？<笑>小区新搭的放快递的点儿，还整个的推车，这也太贴心了。这样推回家应该也很有逛超市的感觉吧。 小区就是唯一的购物中心。今天价格跟平常比有变化吗？没有。 大家的安全，进入本店请自觉佩戴口罩和扫健康码，测温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尊敬的顾客，你们好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进入本店请自觉佩戴口罩和扫健康码，测温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 挂到这儿了，勾的真好，三，要不然我这杯子老摔。<笑>这得先勾着玩消磨时间。<笑>